大家午安。午安啦。午安，决定直接对，懒得用刘海，不想用刘海。Hello， 少凯，午安。午安，很可爱，谢谢。Hello， 思源。谢谢送 kiss 啾啾。就我刚刚思考衣服要穿什么穿很思考很久，然后算了，还是拿一件就很大件的衣服来穿就好了。手不好，没有，今天没有要录影。Hello， 卡丘 Kevin 瑞，午安呐、啊！我现在在吃我前几天的咸水鸡，前天吧，应该没有坏吧？我吃吃看好了，希望不要坏。嗯，就是粉粉的才可爱。你知道，因为我最近天气变热，然后我都在练舞，所以都练舞的衣服。然后现在明天唱新之冠，然后都是练舞的衣服。然后我刚刚一打，因为今天没有练舞，然后一打开来，我说奇怪，怎么都长袖？我衣柜里面现在还都是长袖的衣服，然后更没有衣服可以穿，我不知道我短袖的衣服都去哪里了。没有，我们练舞要白衣黑裤，滴滴的规定。我来吃我的营养食品，再跟各位介绍一下。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只知道这颗是人参，其他我就不知道了。难吃，黑白裤不行，这指甲怎么了？我要去换了。可是我每次都要等到就是录影大概前不久知道衣服之后才会去换指甲，要配合我的衣服。果果长好像宝宝哦，谢谢你送巨蟹宝宝，今天是没刘海，没错。Hello 坤坤，就吞了吧，超难吃的。大中午就喝，没有，这是胶原蛋白。看了很久，深色，没错，就是我上次在那边看很久。长这样吧。噔，嗯哼，
Hello， 玲玲和季风鸟，谢谢博婷的分享。Hello， 嘉阳。Hello， 神威，中午好，蛮好看的。结果还是没有，这次那个就是要总要配合一下，反正只要 bling bling 的，然后是深色的就好了。没关系，虽然我不知道，我忘记有没有镜头，没关系。我那时候在每次录以前衣服没有，大概前三四天吧才会知道。不是，这有点宝蓝的。我在吃泰式咸水鸡，跟你讲，咸水鸡要吃泰式的才好吃。虽然妈妈一直都觉得不好吃，可是我真的觉得泰式的比较好吃。我的那个香水，宝蓝没错，是宝蓝色。我今天一早起来，妈妈就不见了，她不知道去哪里，我觉得应该是去按摩。真的是，最近要录影了吗？还没。应该会大家一起看。酸辣口味超好吃。S A 的应援色，对啊，之前录好的，照顾两只、三只，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啊，我们有三只，虽然我都不在家，也算了，也算两只啊，因为我都在外面。每天哦，每天晚上都会听到妈妈在吼，赶紧睡觉，你们在干嘛？这样，因为他们两个房间是一起的，然后只要进房间，他们还是在讲话。然后我就坐在客厅，比如说滑手机什么，然后滑一滑就会听到妈妈在大叫，然后我说，哦，我不是小孩，也是啊，对啊，我都自己乱七八糟跑。哦，不能太早，太晚睡是不是？明天也有首播，36频道。现在送了枫叶，跟你们说一件我昨天发生的很离奇的事情，超好笑的。那时候我跟，反正就是我们练习完，然后去吃饭，跟林杰、雨晴、肉肉、马友、美玲，然后去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所以才有那个隔壁的晚安什么什么晚安那个，然后结果明天不看晚上，好的，谢谢你的送星星效益，等你的钱。我不会有剪辑版啊！谢阳哥送的 love 跟玫瑰，然后就吃完饭之后回家了。回家之后，林杰就传来一个那个口红，然后就说这是谁的？然后就这不是我的吗？然后就他莫名其妙出现在林杰的包包里面，然后林杰的口红不见了，然后想说啊，那我去看一下我包包有没有，然后就没有，我觉得超离奇，超好笑的，直接交换口红，但是林杰的口红不见了，很酷欸。想说那个留言怎么回事，因为那时候我在吃饭，然后那个座位就长这样，所以林杰在我斜对面，所以我就想斜对面的晚安，然后隔壁的晚安什么什么这样，
你们那没有没有，我们很难得，没有擦，不会吐啊。我没有拿到林杰的口红，林杰的口红不知道去哪了，我没有拿到。加速早安，可是我印象中林杰的口红应该是跟这一支差不多，我看一下。嗯，是香哦，没有感冒糖浆的味道。我印象中林杰的口红是这支，就是这个系列。对，它是消失了，好险我的还在啊！我的这个的另一个颜色，所以我今天就只能擦这个颜色。Hello， 吴亦凯。我那时候练完，然后林杰就说，因为我那时候在处理其他事情，然后之后就说，哎，你会不会问英语？然后林杰就这样，不用问他，他可以啦。我想说问什么什么，我一定可以什么东西。然后来我忙完我的事情之后，问他，我说你们刚刚在说什么？然后之后就说，哦，林杰就说没有啊，吃饭啊。我说哦，好啊，可以啊。然后林杰就说，对啊，我就说吧，他不用问啊。超坏！其实那边有没有他都没有他的好口。什么？你说三不五时就会交换一下？真的是消失了神秘事件。北极星有的吃就有你，没错，吃饭我一定会有我。林杰，跟你讲，林杰真的都是，我之前有没有讲过，他上次麦当劳吃不下，然后就拿了一大包麦当劳来给我吃，就是也不是来给我吃，反正就带来公司，然后一看到我就把麦当劳丢给我这样。然后昨天丢什么？昨天丢派克鸡排，他就讲。然后我就坐在地板上，我就在吃我的辣炒年糕。然后吃一次，林姐走进来，然后就讲哎，然后他就这样，然后拎了一袋，然后哎给你，然后说这什么哦鸡排，对，真的，我每次看到，因为已经很少看到他了，我已经很少看到他，但是每次看到他都有得吃，所以你就是吃了啦，没错，丢铺的概念没有。但是，然后就大家一起吃这样。每次，而且他每次丢的都是高热量食物，为什么不会胖嘞？好羡慕哦！叫他丢到哪里？公司楼下吗？直接变宠物了，你在养胖我的概念。嗯，双回听五十，还没。有花到钱就买，我有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每次都要买那么多？然后他就说，啊就想吃啊，然后每次都吃不完。可是跟你讲，林姐是真的吃很多，我认真的，他真的吃超多，好羡慕哦。我要是照他那个吃法，我应该60了，真的。而且每次只要是他从团体变团走，嗯，不太可能。多久会更新？我也不知道。
我也在等更新的那一天。要等节目组发那个下来，规则下来。千阳工厂新秀全票，还这么说？对啊，炒泡面用脸盆装的。马尾鱼，谢谢。穿透已经对遥不可及的梦想的感觉。那真的是，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在玩那个动物森友会，跟林姐还有肉肉，然后就他玩到一半说好想喝珍珠奶茶哦，然后说啊这时间半夜吧，两点多，他说这时间哪有珍珠奶茶，结果他一打开 Uber E， 结果真的有珍珠奶茶，然后他就买了，他就半夜等他的珍珠奶茶来喝，傻眼，大半夜然后喝珍奶超可怕的。变团的他要先和韩寒打哦，欸，可是如果跟韩寒打架他会赢呢，他感觉就会赢啊。嗯，半夜有真难，通化夜市的先查到好像是，欸，他到五点呢，超可怕的，半夜五点，我那时候我一看到我就打开我的 Uber Eats， 我说太棒了吧，好想点哦，但是没事我忍住了，不会有人支持他变团长，真的，不然就是虚名的团宠，其实还是团七这样，他怎么可能变团宠啊，不可能。我很直接了当的说，不可能，虚名半夜卖真的，真的，啊，他真的到超晚了。谁可以变成，有点太大声。谁可以变团宠？啊，我不知道哎。又在玩游戏，我的服务处终于要脱离帐篷了。哎，我真的玩很慢，好烦哦！大家都几星几星了，我还在那边扩建一次。太难过了，应允会想当团宠吗？应允会想当团宠吗？团宠要干嘛？团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团宠能干嘛？要什么有什么这样吗？我还在还债。那我是拿很多食物啦，我可能是专属食物的宠，食物宠。有时候姐姐看到我就会一云来，然后就过去，然后就拿到食物了，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姐姐。默默不会，默默因为太胖了，所以不会得到食物，除非他在旁边散发出那个闪亮亮的眼神，闪亮很久，他才会拿到。我是走路走到一半就会收到食物的那种，对，没有没有，我是真的，我认真的，我走路走到一半就会收到食物。对，尤其是在我变瘦之后，他们就疯狂丢给我食物。哎，没有，我那时候想说你到底如何了，因为很有点久没有看到他的体重，所以很好奇他到底如何。
然后他就说都差不多，然后 好，那大概知道了这样，超坏。等一下我看到那个骆驼了，我要去跟他买哦，不要，哎、欸，我要去跟他买地板，等一下，哦，地毯。啊，怎么不见了？那只骆驼不见了，算了。差不多60，没有啦，没那么胖啦，60还得了，好可怕啊！上次买墙壁，这次买地板，要买那个地板配墙壁。原来是听60，没有啦，六真的没有60啦，太可怕了。还是他其实有？哦，没有啦，应该不会啦，不会那么夸张。60真的有点太夸张了。哎，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改外观呢、啊？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改外观呢、欸？至少有50，我不知道哎、欸，这是什么？挖到竹笋了！我挖到了竹笋，越讲越没信心，神童的干啊，超坏！没，可是女团先不要吧，我觉得女团可以先不用哎、欸。噔噔啊，没了，才五个东西，好吧。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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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女神童，人家神童也不错，是没错啦，神童也不错。可是，不是啊，那只骆驼到底跑去哪？哎，怎么有星星？星星碎片是什么？它自己跑出来啊！谢谢情深线上男生元棒。星星碎片怎么会自己跑出来？他突然出现在我的海滩上面呢、欸？他是谁？他是谁？我昨天在肉肉的岛上，然后那个许愿许很久，就是那个有流星雨，这是好事吧？被叫去开会了，一起出现，真的假的？哦，我知道，那个名字很难念，那个很像 BTS 会有的那个名字，没办法就被那个收购了。有去海滩捡碎片吗？哎、欸，真的哎、欸，好多、哦、星星碎片。为什么啊？哎、欸，为什么啊？我口袋怎么满了？呢、啊？集满所有星星碎片？不是吧？他是谁？捡一圈过一下，还可以再去换。真的假的？怎么那么棒啊？我觉得很棒哎、欸，那我先去。很像 BTS， 真的很像 BTS 会取的那个，被收购真的是一件很肥的，那个啊，那就那家公司就这样。我先去卖我的东西。嗯，口袋装太多热色，没错。我每次都被猜友说，你为什么口袋都要装那么多热色？然后说哦，嗯，鲈鱼、鲷鱼、鲈鱼，嗯，没了，我热色总那么少。剩下的都要留下来的，也是装一个没有。他说就10000到你到，没有。其实还是还可以啦，我的那个可以让你速度会变快。那个是马里奥吧？谢阳光的分享，我先回家丢东西。我现在今天服务处没有开，好麻烦哦。
回家丢东西。你们有谁玩动物森友会啊？有人有在玩吗？红白机那是多久？到时候也会很花时间，是没错啦。Hello， 莫里斯，我其实那时候也一开始也没有想要玩，可是后来就想说就玩玩看，然后玩完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想说天哪太累了吧，然后就有点想要放着了。可是放着放着放被肉肉拖去玩，就拖去再开一次，然后再开一次之后就发现它的乐趣了。是肉肉让我感受到动物森友会的乐趣。单机动森很无聊。我的马里奥片是在弟弟那边，弟弟在玩马里奥，然后我在玩动物森友会，大概就是这样。没错，沉默的名画。哦耶，我的那个贴在墙上，可太棒了。然后这个收起来，噔噔噔啊！我少卖了一个东西，动森是不是肉肉？我不知道哎，肉肉已经四星了，超可怕的。这游戏跟我想一样，已经开始退流行了，真的吗？我现在才开始玩。哎，我真的，我其实蛮害怕，就是我才刚要那个振兴我的岛的时候，大家都不玩了，我超害怕。真的买第二台？对啊，我妈妈买第二台给我玩，她说这是我的那个那叫什么？这是我的生日礼物。自己玩，哈，没退流时间跟现实一样，至少可以半年。我也觉得应该是可以，我的公司买的。因为我的工资买一台就没了。看一下，先把我吃完了，我把垃圾放这里，然后拿我的饼干出来，先拿这个出来，嘿，放饼干，直接丢，耶，没有。我是看了很久才开始玩，所以我应该不会退那么快。我是其实我一直跟妈妈说那就不用那就不用，结果妈妈就一直在看，然后就看到一个就看到，然后就买了。然后说妈妈说哎，我买了。我说哈，你买了？哦对啊，因为游戏片我们家里有了，然后因为我不可能从我弟弟那边拿回来 Switch， 很贵啊，我不想要浪费钱去买烧钱的东西，但是妈妈就买了，所以我就只好拿来烧钱了哦。哎，我是讲认真的，我那时候就一直跟他说不用啦，真的真的不用。因为我想要等退烧的时候，价钱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再买。Hello， 魏如安。因为我觉得在流行上买就是很贵啊，又很吃亏。噔买游戏片2000，对啦，游戏片是当初。
最早最早数一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买了，就真的也是啦，哈，好难过。 Yes， 我的沉默的名画，梁龙的脖子，会一直出新游戏，主机不会，除非，可是主机就是现在主机价钱抬的比较高。谁要给我资源？可是主机本来就好了，也是啊。真的假的？我的岛就是没什么，我的房间超小的，给你看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好小，给你看，就这样而已。有可爱的沙发，就这样。批评哎，阿妈有一次来我岛上，我还是帐篷哎、欸，我那时候岛还是帐篷。嗯，看一下，星星碎片，好可爱哦、喔！星星碎片真的很可爱，但是我先把它收起来好了，先收起来。收起来，竹笋也先收起来。我要去捡东西了，所以要先都收起来。房间很大，哪有？我才扩建一次而已。我每次挖洞都挖不准，要去捡垃圾，我要去挖化石。我真的每次挖洞都挖不准哎、欸，好好笑、喔。我又回来了，海螺壳是海螺壳贵吗？突然忘记，只玩宝可梦。想玩游戏就买，哎，好多、啊，怎么都是星星？到底为什么星星碎片怎么来的、啊？好好奇哦。我以前是玩什么？以前妈妈也喜欢买游戏机，是还是折叠那个年代？折叠的，我幼稚园的时候吧。3DS 还是 3D， 好像就差不多那个。没有，肉肉没有来我岛。真的？为什么？我昨天一直在下雨啊。可是怎么会有星星碎片？啊！我刚看到的骆驼在哪？妈妈那时候在养狗，就是那个里面的狗。吃过？有啊。吃过，怎么了？你要问我好哭吗？星座碎片，星座碎片。就可以养狗，你有推荐？我不知道哎、欸，因为对我来说都一样啊。我是个有得吃就好的人。因为我觉得巧克力都长一样，就是狗，那怎么念？狗呆吧还是狗低吧？我一直不懂。反正他们家的巧克力我都觉得都很好吃，也有不一样的啦。可是我觉得他们家的都很好吃。这是因为我昨天许愿许很久，所以才有星星碎片，是吗？
是因为我许愿许很久才有星星碎片吗？不然我想不到我为什么会有星星碎片。扇贝壳、海螺壳，可能哦，真的吗？好酷哦，好吧。许愿隔天会有，难怪。那我知道了，因为我昨天在这座岛上一直在许愿，我在挤我的里程，我在挤我的里程。自己去摸索，为什么很贵呢？那家？等，谢谢陈家叔送的鲜花。你是每天许愿？没有，昨天有流星雨的时候才能许愿。啊，我找到骆驼了，骆驼我来了。嘿，他叫洛兰。很贵，但我好奇，好吧，你可以去吃他的冰淇淋。哥迪吧，带着我都念什么啦？怎么样？我要地板，不可思议地板。要花3000吗？对，骆驼终于被我逮到了，没错。算了。不要，我放弃。冰淇淋现在买一存，真的假的？那很棒啊，买一波，去吃他的冰淇淋。我现在，我昨天买了一个沉默的名画。我昨天不是在挑画吗？给你们看它放在那个上面的样子。因为肉肉好像没有在收集画，可是我很想收集画，因为我不收集昆虫。动物虽然会有那个蝴蝶可以收集，但是我真的不想抓蝴蝶，你知道吗？我想说为什么？我都抓蜻蜓啊、瓢虫啊，看到蝴蝶我都赶快逃，这样太可怕了，我真的不敢抓蝴蝶，就算在动物森友会里面也是。可以去，我去参观了。肉肉直接把我骗去，然后我直接大尖叫，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群组通话，我跟肉肉跟柏林，那我那时候，然后肉肉就说来跟我来，然后就过走过去，然后啊，肉肉的那个蝴蝶超可怕，因为它很多，不要，不想抓它，我一点都不想看到它们。我的就是伊丽哎，蒙娜丽莎的微笑，我差点讲伊丽莎白的微笑，那是什么东西？不要，我连在游戏里面也不想看到他们。我的画，耶，可爱吧？欧什么欧菲利亚约翰艾弗雷特米莱1852年，我昨天买的，好开心哦。奥菲利亚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女主角，在描绘的精美且精致的大自然中，女子如失了魂般倒在河川里，脸上写着看破生死的庄严表情，牵动着鉴赏者的心。哦，没有，不能去盗画哦。不小心讲成伊丽莎白。哎，我一定要把我那个画作都挤满，因为我最喜欢这种晚上的。它都是真实的画作啦，这真的都是真实的画作。而且你知道买画啊，它还会有仿冒品，所以你还要鉴别真假再买画。哈喽，不会让你们到，
在洛洛岛上抓的鲨鱼，我终于抓到鲨鱼了。我一直在抓什么吸盘鱼、双头鲫什么的，双髻鲨哦，还有什么？没有，才没有，还是圆的。给你们看鲨鱼，有啊，有鲶鱼，我的双髻鲨。但是我昨天抓到的是鲨鱼哦，我昨天终于抓到鲨鱼了，很厉害吧？给你们看，谢谢阿凯送的 love，hello 孤岛孤岛味，这个美奖心想真不错，谢谢。给你们看我的鲨鱼，它怎么看起来有点像金鱼？我给另一个角度给你们看好了，我的鲨鱼，谢谢晴无送巨蟹宝宝。给你们看，它会有导览鲨鱼，好开心哦！我的小鲨鱼啊，下面是吸盘鱼，开心！我昨天钓到的，而且昨天在肉肉面前钓到的，他还帮我拍手，因为动身可以这样拍手。我有喂食吗？没有，他不用喂食。你就是抓到，然后丢到那个博物馆里面就好了。给你们看鲶鱼，鲶鱼应该在这。对，鲶鱼这条，啊，期待开运，谢谢。今天吧，今天晚上9点到11点，我也很期待，可是搞不好还没有轮到我，不知道会播到哪里。拍手莫名讽刺，没有，他一直。前几天一直在帮我钓鲨鱼，就钓不到，结果我自己去钓就钓到了。那怎么看？哎，还是有可能，可是会有小晴，一定会有小晴。这一集一定会有小晴。午安呐，毛娘。这集一定会有小晴，谁要看呢？我要干嘛？想起来了，我要拿东西去卖啊！鼠妇、狮子鱼、鲷鱼、鲷鱼，我要把我昨天卖到的拿的东西，一直钓到乌贼那种。哎，乌贼超讨厌的，就乌贼没什么用，然后还一直钓到它，我也一直钓到乌贼，很烦。哎，我找到了双子座碎片。我有双子座碎片了，你在开始赚钱了吗？就是你要钓到东西，然后赚钱，就是拿去卖，然后赚钱。因为发现好看，谢谢。这样子 ，OK。那我先，可是我是鲨鱼，所以到底是要选出什么？就是选，最后选出。女团吧，这样子应该是这样。52D， 那从你们之间挑就好了。哦，衣服也是好看，谢谢。粉红色神推是怎样？我要卖东西。好，巨鲨。鲈鱼、保罗壳、扇贝壳、鼠妇、狮子鱼、鲷鱼、鲷鱼、
中螺壳，中螺壳很贵，吸盘鱼两只。我总共钓到两只吸盘鱼，超烦的，因为有鱼鳍的鱼，通常都会是鲨鱼或吸盘鱼，然后我每次都钓到吸盘鱼，超难过。我拿23,290元。有人谈恋爱，就是其实就是，因为一开始会要让抢位战，所以会出其不意的猜疑这样。海螺壳、珊瑚。不喜欢去，等我出其不意，没有，我的不是很早就出来过了，就是那样，我的很早就出来过了，我早就被爆雷了，我压到他，汉典的定位，汉典会跳舞啊。汉典会跳舞的，其实我觉得今天有强的舞是吗？不是啦，要看完整版。那我不知道，不是今天就是下礼拜。汉典对汉典以前是热舞社的，然后其实就是我看过嘛，因为他常常跳。所以他是其实是真的会跳舞的，是真的会跳舞的。学木木说话，我上次木，大家直接傻眼，把我刷掉吧，超可怕的。Hello， 蓝奥是蓝奥，吉娃娃，你说大热门的那个吗？我要干嘛？我要去鉴定我的化石啊！我说我要干嘛？都称赞你很稳，对啊，拉啊，对不对？我还是看得到。他什么？他是站在水源区什么冠军哦，还是什么？是吗？是水源区吗？我忘记了，他的 title 有点太长了。其实我觉得今天不会有我哎，因为我们算过了，我是中间，但是今天还会就是不知道，感觉第一集不会那么多。第一个念对，第一个一念就对了，对不对？因为不会念中文，只有就念台语的这样。反正又没有不行，汉典的称号很多，书都，他真的是，就是很厉害的一个艺人，汉典哥很厉害，他连游戏，对耶，我就喜欢粉红色啊，真的是。我要去卖我的化石，刚刚挖到的化石是重复的，生气气。Hello 风，看他模仿，对，是他什么东西都很厉害，主持也很厉害，模仿也很厉害，就是什么就说了先不要也很厉害，重复了就可以。对啊，可是还是想要把那个赶快用好。我的博物馆越多东西越好，演戏也不错。真的吗 ？Yes， 我的双子座星星。你说什么啊？黄鱼还在吗？双子座碎片可以干嘛？
谈判不爱，跟你讲，让衣柜升级，是吗？对啊，大家要怎么使用啊？签约送的玫瑰，狂鱼不在了，对不对？好、哦，可以做一个衣，怎么是那个吗？那个 DIY 工 DIY 那个做吗？可是没有那个层次，中螺壳，贵贵的壳。哦，好，我等下去看看，我先把它剪完。好多、哦，好开心哦啊！很开心哎、欸，很开心。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我跳公鸡舞？刚刚要讲什么？哪一个？看成员谁加油吧。哦，好。妈，还是 NPC 会有。NPC 的中文是什么？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刚有讲话。我刚刚讲什么？我不知道哎、欸。这里也在玩动词，没错。我在。谢谢李威送的男生圆棒。跟你讲，哦，真的假的？猫头鹰的妹妹，哈，等一下，猫头鹰的妹妹，我昨天有遇到，可是她给我星星什么变身棒、欸，哎，她给我变身棒、欸，哎，我好喜欢猫头鹰的妹妹哦，她长超可爱的，认真超可爱的。变身棒还不变身？对呀、啊，他给我什么星星棒还是这是什么黑鲈鱼吗？哦，鲤鱼耶！哎、欸，我没有钓过鲤鱼。Oh my god！ 我的钓竿坏掉了。对啊，我第一次遇到。对啊，我第一次遇到，怎么办？哎、欸，黄鱼来了，应该有了才对。他星座系列，哎、欸，那我去我的工作房看看。等我一下，那叫什么 DIY 什么房的？遇到石头，先砍一下石头。叮，哎呦喂！叮，锵，怎么都是钱？锵，换个角度，哎呦！啊啊！我砍到树了，不是，我没有要砍树。锵，锵，好了，没事。500，500，1000 ，Oh my god！好，这样自己赔很多，你东西怎么那么多？什么意思？嘿嘿嘿嘿嘿耶！啊啊！我在砍我的工作台。第二次遇到才有啊？那第二次遇到才有？怎么这样？我的星星棒。大星星碎片，对，我就有那个星星棒。哈，那妹妹什么时候才会来？你知道我去哪里遇妹妹了吗？我去肉肉岛上遇妹妹的。这配音员很晚，谢谢玉人的分享。不是啊，有时候就是要自己增加一点乐趣。妹妹什么时候会来？再去他岛上，可是那是昨天的事情，今天应该没有妹妹了。才能互相通报，一个人一个礼拜才会出现一次。哦，真的假的？那可能就换我岛上了，是吧？妹妹超可爱的，好喜欢啊。那我要先去放鲤鱼，很烦欸，这里面蝴蝶一直飞来飞去，我会生气。妹妹，对啊，妹妹脚印，妹妹的大，我超喜欢妹妹的大蝴蝶结，因为我第一次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然后想说这是谁？怎么蝴蝶结那么可爱？然后就去跟他讲话，然后后来才发现是妹妹。没有，蝴蝶不要来爱我，太可怕了。我要给你鲤鱼，捐赠鲤鱼。嘿 ，Oh my god， 鲤鱼长好丑。你可以绑，我还没有，我现在是戴花冠。你看我的花冠，就是很穷酸的那种。他是不是可以自己做衣服？就是 ，Oh my god， 我不想听鲤鱼，好。念给你们听，鲤鱼啊，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鱼，想钓的时候，偏偏就是钓不到。话说回来，不知道你有看过鲤鱼的牙齿吗？它长在喉咙的位置，连贝壳也可以咬碎。要是不小心把手伸进去，会被它整个咬断哦。这个可以自己那个，那叫什么？设计衣服。对啊，鲤鱼长得很丑呢。耶、yeah ！抓一千只，不是这样玩的吧？这是又做什么学习？他就是猫头鹰会跟你讲解你抓到的东西的小知识，这样。可是有时候是一些废话，我觉得啦。他们这些应该都是蛮正确的啦。我要卖东西，我要卖钟螺壳，还有什么保罗壳 ？Oh my， 怎么那么少？有些很难，对，有些就很无聊。是要硬哦？不是。用按的啊，就是想要讲话没，不行哦，长知识了，不客气哦，我有礼数了，我要去换我的礼啊，对，我要去巴列岛，好，等一下，我等一下去巴列岛，捡贝壳达人 ，yes， 还有吗？哦，等一下，我打嗝都是人参味，好臭哦，好恶心哦！可以啊，是吧？我真的是去他的岛上玩，我只觉得机场为什么不能升级，好讨厌哦！我想出岛玩。你强烈想音控，哪有？欸，如果音控的话很麻烦欸。前往巴列岛，什么意思？打出去再吸回来？不要，好恶心哦！不喜欢那个，那叫什么？他是谁？人参。我说他是什么？一路顺风，耶、yeah ！好，等一下，充个电。噔噔噔！哎呦喂呀！哎呦喂！嘿！人生呐、啊。他是人参君，没错。突然忘记他叫什么了。他是人参。欸，巴列岛上鸟可以捕吗？是不是不行？好吧。哒哒哒哒哒哒。帮忙拍摄婚礼照片。我要去帮那一对夫妇拍婚礼照片，他们每次都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因为有可以得到很好看的东西，所以我都会来。来吧，今天要拍什么嘞？婚礼小教堂的场景里拍摄，
白果。它是什么颜色？白色和粉红色，没错，吃巧克力。我要来帮他们布置哦，多了蜡烛耶，好棒哦。OK。那我想想，转动转动，活动家具至少要20到25个，结晶给最哦，好了解，哎，好厉害哦，太棒了。阿拉华20到25个是不是？我来看看我的多少个，现在是3个，然后4个。早知道我就早点来问黄鱼。4个，期待今天的DD52。我也是，有点可怕。现在是动身探 ，yes， 没错，现在是动身探，因为我实在是太穷了，你知道吗？需要加紧速度。会不会我最近的每一个直播都在玩动身啊？天哪，不会啦，我没有那么夸张。虽然今天没，不一定啦，搞不好有我。我知道了，那个今天会有那个主题曲的完整版，20到25个是吧？好，今天会有主题曲的完整版，大家可以看看哦。婚礼花柱啊，好可爱哦！先拿4个出来，然后，好，然后再这样子。主题曲不知道是不是全员之前印象中，对，那个是短版的，今天会出来长版的，今天会有长版的。但主题曲蛮好听的，是吧？但是好了，我自己也不要吐槽，我哦。没事，你们什么都没有听到啊！按错啊，按 no 这样啊啊！那我怎么不给我这样好？请吐，没有没有，我没有吐啊，怎么了？我没有吐槽的意思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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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了。那每一个都往那一个啊，不动。好，下次再来吐吐我，我没有地方可以吐，应该吧？不知道，我哎，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剪出什么东西，好好奇哦。因为第一就看得出来他的大概走向是如何了，所以好好奇啊。我来看他什么颜色可以换，可爱典雅，那我换典雅的。因为我就是个典雅的人，嗯，哦，我换中间的好了，可爱，这个，你看，可爱吧？对啊，真的录了那么久，也不知道他的，就是会怎么样。哦哟，我现在打嗝都是人生味，好恶心啊！我要哭了。啊，他说他要粉红色的，如果没有用粉红色，会有差吗？
他会不会给我比较少接近？一二三四五六，吓死我！我以为在下雨。要同系列奖励才对，什么意思？人生哪有人生不好吃？我要用花花包围他们的。哎呦，生气！粉红色好像是可爱强力哦，真的假的？好吧，那我就都用粉红色的好了。不管他点啊，按错按错，不是你。那这样子，强力才多，原来你们都有玩，开心哦。嘿，啊，按错。然后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蜡烛哪里可以放蜡烛啊？其实我不知道，我先丢四个蜡烛出来好了。哦，按错了，这样吗？那就这样好了。那再一个蜡烛，哎，按错，好。这样，每次的啊 ，no， 不是，不是，这里 yes， 然后都是一语的动身态，没有没有，我只是刚刚啊，我来看一下其他的啊，好可爱哦，为什么一定要？粉红色，我很喜欢粉红色，可是我觉得太多粉红色实在不好看。但是我是只要一定要粉红色才能拿东西，那好吧，那我就只好这样子咯。叮叮叮当当，来花花花花，给花花。太多了，太多粉红色了，我不喜欢。然后再来一个花花 ，Hello 维尼，三朵花吗？哎，不知道，先看一下。这样可以掺杂，但白色粉红还是要居多。那典雅不是也是白色吗？典雅也是白色吧？是吗？典雅算白色吗？应该算哦，它蛮白的。不管，就这样。哦，再一会，就这样，这样，这样。开心，数量要多，好，好，那我之前数量都不多，原来如此，那我知道了，我现在才学到，好吧，毕竟我就是点呀，没错，果然，我就是点呀，当。因为它有分可爱典雅跟花园啊，我就是典雅啦。一二三，哎，它怎么三去那里？这样，我要把我的那个，我以后要把我的岛变成很漂亮的那种。皇室感觉，什么凡尔赛花园之类的，希望可以，不知道玩到多久，欸，玩两个月哦。
这样子。OK， 就这样吧。这样，然后拍照，剪，然后下，这样，然后擦擦，噔，好，然后要叫他们怎么啊？然后拍照，哎，拍照按什么、啊？天哪，拍摄 ，OK， 转化没有？哪有？是阿拉西的哦，对哦。没关系啦，啊，我就想要，我 KP 岛也有哎、欸，我上次看过一个 KP 岛，算了，我还是把它打造成就是皇室风格，皇室风格就是 KP 岛了哎、欸，婚礼花柱，爱的结晶多少多少，来我们来看看多少个爱的结晶。我来看，哈，啊也才11个呢，为什么？我来看一下，叫。只能村上线舞蹈，先不要哎、欸！我怎么才11个？怎么也才11个？哈！明天再来，先走喽。第一周最多啊，好吧。先走喽，巴黎拜拜。好，机长为什么不跟我讲话？他怎么了？哦，得，我想回去了。是的，出发。看你想换多少东西，就一直去换。我已经换了墙壁回来了。我怎么那么胖？昨天晚上吃太多水肿了啦。没关系，我要再吃一个饼干，再去吃饼干。我又把饼干吃没，一直吃，一直吃。啊，怎么那么胖呢？有婚纱要穿吗？婚纱先不要呢，刚说水肿就是。因为水肿已经水肿了，就救不了了，那就算了这样。嗯，这很好吃哎！你不觉得我每次吃的东西都长一样？很好吃，嗯，我看看今天商店卖什么。竟然有身高尺，很好吃。它是什么？法国法兰酥。哦，会做拉面。
架上捡漏钓竿，灰色包装纸，第一次 DIY 捡漏铲子，弹弓，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弹弓哎。我看看墙壁地板花色啊，巧拼地板好可爱哦，摩洛哥，但是不喜欢。好，回家。竟然，对啊，我都没有弹弓哎，他们也不送我弹弓哦，所以我刚去买了弹弓 DIY。做些东西，我要做蛋糕，不然每次那个礼物在上面飞飞飞，我都没有，我都用不到。学习，学会了蛋糕耶！我要去做蛋糕，蛋糕硬木材。去家里拿硬木材，不是早该做，可是就懒得用，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回家拿硬木材，放到口袋。好，吃完了，当酱可以去买，很好吃，好吃。专心钓鱼，我一直在钓鲨鱼，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哎。好，我现在有了，等等，有了，我现在有了弹弓。嗯，啊，我怎么没有钓鱼？这个登录我的最爱，这个好了，好，对，没错，就是这样。但这样我就可以设弹弓了，吃完又可以买了。没有，我里面还有两袋，其实还有的。里面还有两袋，谢谢任重新主管。有点丑哎，欸。Hello Jack， 期待新今晚，耶、yeah ！我也是，欢迎和你新昨天讲哈。我要看，我要喊，我要看。哎、欸，好可爱啊！好可爱哦，那只大熊是怎样？好可爱。哎、欸，你家很漂亮，真的哦！天哪，你是几星？你们倒几星？那只大熊太可爱了吧！不会有没有的时候，真的，它一直都在。谢谢原创新秀全票，谢谢原创巨仙宝宝特大熊熊，对啊，很可爱，怎么那么好？不，特大熊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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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三星而已，没中华，原来如此。没关系，我什么心都没有啊！我真的，我好废哦。但是也才刚玩啊，所以好像也还好，没关系，我再自就是。
安慰自己。哒哒，不是有双子座碎片，双子星碎片，对啊，我捡到了双子星碎片，可是还不知道干嘛，要等到找到那个猫头鹰的妹妹才知道。哼，哎、欸，这只鱼都不理我哎、欸，到底想干嘛嘞？来了，就看你是什么鱼，一直不理我。哦，条石雕。想说如果不是很厉害的鱼我就要打人了生气。 Hello 威廉王子，好啦，那又再看这只鱼，这只鱼怎么样嘞？对，所以如果上来是鲈鱼的话，我就要生气了。比目鱼，好，算要开打吧，没事，挑食掉我可以接受。啊，海蟑螂很烦哎、欸，很多哎、欸，怎么那么多星星？好开心哦、喔，又是双子座星星。好喜欢哦，挑石雕贵贵的，没错，我要上楼钓池塘里的鱼，上我的悬崖，因为你祈祷很久，哎，真的，我一直在祈祷，我祈祷100次吧，是真的有100次哦。认真的100次哦！哒哒哒哒哒，上帝有听到我的声音。还要啊！我没有金矿石哎、欸，你是说可以做什么啊？我没有金矿石去哪里挖啊？素材岛是吗？自己岛上是不是没有？什么按 A？ 这个月是双子座啊！我捉到青蛙、哦，不行！我每次捉到青蛙我都觉得很恶心，青蛙真的超恶，给你们看，青蛙真的恶到一个爆炸、欸！我都只有挖到铁矿石，没办法接受那个。那个青蛙真的太恶了，真的太恶了，略恶，真的很恶啊！我还没抓过青蛙，真的假的？我一直在抓青蛙，我最近在抓青蛙，超恶的。岛上一天6颗，真的假的啊？我怎么没有用过？要选择蝴蝶还，我觉得呢有点难，因为我现在被青蛙吓得有点重。哦，石头啦，一天6颗，对啊，就很少，我都没有抓过，我认真的就是都没有那个金矿过。好，我要去探访我邻居家了，给你们借看一下我的邻居，岛上居民。给你看我的苹果，好可爱哦，超可爱的，我喜欢它。山上很多，带你去抓。好，我的苹果，你看我的苹果，超可爱的。贝壳桌。
两个多月也才不到哦，真的假的？对啊，他在做东西，所以可以去找他。去找他，不要，真的不要，好恶心啊！那这是苹果，对啊，给你看苹果。很可爱，超可爱的，我家的小邻居超可爱的。我觉得我运气超好，因为大家都会说，就是大家第一次的邻居都很丑，但是我第一次的邻居都很可爱，是真的很可爱。我带你们去看合同吧。看不到他是谁，球藻，他叫球藻。哎，我刚刚看到他在树下，你看，超可爱的。阿祖哪位啊？阿祖是谁？等一下哦，他说阿祖生病了。阿祖是谁？这个吗？他在做啥？他在 DIY。 哦，阿祖是这只犀牛，略丑略丑。啥？初始要阿祖，阿祖略丑。可是后来搬进来都超可爱的，喜欢。啊，他生病我可以干嘛？买些药给他。啊，我的药只有那个欸，被蜜蜂叮的。好，我去我家拿药给他。天哪，怎么那么有人情味啊。拿药给他，我来，药在哪啊？这是鱼饲料，这是药。好，这个上面放东西好了，木材、贝壳桌，贝壳桌先放着，贝壳桌先放着。哎呦，一定要我走进去是不是？麻烦。按哒哒哒哒哒。啊，按错，放在这里。好，先这样，先拿药给他。等等，我的阿祖在这里。噔噔噔，哎，什么时候才可以改房子外观啊？我房子长好丑。赶快把药吃了吧。我的药这里，耶！这次 mini call 美女只能看啊？那我们之后看完阿祖之后就只能只喊阿祖了。工作服欸，他送我工作服欸，好棒。房子变最大，哈，好吧，好久哦。我现在只扩建一次，还没还清。哎，时间既然到了，没关系，等我卖完东西我再关啊。我先念排名，我先念个排名，各位。
第十名是阿基拉，第九名是柔俊，第八名是思远，第七名是青户，第六名是七七国长好像什么宝宝，第五名是杨光光，第四名是齐生燮，第三名是玉人，第二名是陈家树，第一名是林林。谢谢你们，我要再卖我的东西，播到四点，没有播到三点，我四点有事情。耶、yeah! ！谢谢大家陪我一起玩那个动物森友会。我应该没有漏麦，谢谢，辛苦你们了。5920元卖，耶、yeah! ！好，大家拜拜。四点要做准时，没有啦，四点要上课。好啦，拜拜。几乎七，哎，很好玩呢。大家拜拜，下礼拜见。虽然不知道下礼拜时间，可能不知道，有可能会再更动。好，大家拜拜。3、2、1，拜。